办理时间跟距离关注重庆交通广播955出行指南。这一段我们带来施工方面的信息。由于对山立交至江北长立交路基地派出来充电的需求，将会向你进来。你哪个还不来呀？哪个最后来哪个付钱咯？师傅快点来。师傅，那是重庆的嘛，你打个车还不是跑过去快点儿。两个都不吃，那是那个吃剩了的。